每天早上过来呢，我先去二楼去开灯啊，这个后面隔开了，本来穿过这道门呢就可以开灯的，现在因为二楼租给了其他的单位哈公司，然后我们就得去绕过去，去他们那儿去开灯，开完灯之后我再进来。今天的工作是这个，因为店里面这些包包一直都没有贴价签儿，那我们会做完定价之后，把每一个包或者每件名品上面全部给它加上这样的价签儿，我要把它裁起来，裁一下。销售员的日常是少不了发货的，这个是一件衣服，在我们其他渠道售出的，一会儿我要去把它，其实在之前我翻箱倒柜，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展示，所以很多衣服还是放在箱子里面，那找到它之后拍一拍它的瑕疵说明，如果有的话啊，然后沟通完了之后就去发货。那这是一位内蒙古的客人，拜拜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顺丰呢是这样，有的时候跟顺丰打交道也是跟人打交道。顺丰这个品牌没问题哈，有的时候是人。比如说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区域的这个顺丰的这个小帅哥哈，顺丰小哥。昨天给他一个之前视频里面出现过那个麦昆的一个小手包，昨天没有帮我寄出去，那我就很费解。所以今天寄衣服呢，我就自己去跑去寄了。然后见到他之后呢，就问他什么情况，他说没有箱子了，怎么怎么样。因为店里的东西一般都比较贵，所以我觉得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是自己去寄吧。Hello， 大家，拖来拖去已经是傍晚了啊。今天白天也是忙了很多事情，又要接待客人，然后又要挂一些吊牌哈，然后微信上呢又要回复很多的内容，哎，所以说又到了现在。那今天的主要想讲的是这两个哈，因为这几天来买购物袋的朋友还挺多的。那这个是爱马仕的一个购物袋，它的克呢是 N 克，方框 N 克。方框恩克应该是2010年的包包，我看一下，2010年的包包。那这只呢是方框 K 克，2007年的包，确认一下，对的，方框 K 克2007年的包包和2010年的包包哈。那其实，拿它想说什么呢？这个虽然说它加了一些东西哈，装饰也好，或者怎么样也好。但是呢，其实它也是 Garden Party 系列里面的包包。那这个是30厘米的包包，我一会儿拿尺子量，再确认一下。对的，30厘米，它的高度是25厘米，25厘米左右的高，然后也是这样的帆布包。那有一个不同我注意到，就是它的手柄是会耷拉下来的，那这样的就是一直在沿用的这种设计呢，其实是它的手柄是在上面的，而且这样的手柄呢，我觉得可塑造的这种可塑形的这种能力也很强。你比如说之前因为套了塑料袋子，之前在北京的时候灰尘比较大，用一个塑料袋比较去给它装起来，装起来的时候它是这样的，那它就会变成这样的形状。这两天呢，我把它挂在后面的那个架子上面，像这样，对，然后它就慢慢又恢复了它应该有的这个样子。我觉得包包呢还是要笔挺一些，或者是保持它原有的样子会比较好看。那如果这个是圆的话，一看就已经不是爱马仕的包了，有没有这种感觉哈？
那这样的小包我觉得也很实用，也很实用，一个帆布包，然后先试拎一下吧。最近试拎女包已经有视频网友和我开玩笑了哈，说我拎那个粉色的 Lindy 特别适合我，和我太太一样坏，都拿我开玩笑是不是？这样的包其实上班也好，或者就是这种通勤或者出门都可以用这样的一只包。然后刚才我们的师傅来的时候，他说这个皮革还是很好的，它的质地非常好，往往就是这种中古包或者说是年份比较久的这样的包包的话，它的选材可能比现在要更严苛一些啊，可能现在虽说爱马仕不去量产，但是它的产量也是越来越大了，这是不容置疑的哈，它所这个被大家所认可的这种品牌效应，然后也带动了它的这种产量，当然了也不是绝对的多很多哈。那之前的这种包包我觉得真的是质地啊、做工啊各方面的都是非常非常好。好，那是这只包啊，对了，还想说是它里面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侧袋，比这个包包里面是没有的，对，就是空空的，什么隔层都没有，这样的一个包。好的，那是这只，接下来是这只了，这只我觉得拎起来还挺有气场的，其实还是要有它自己的造型哈，它的这种扣子扣上之后和没有扣是两个感觉，这样。那这只包包里面的构造呢，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吧，这样能不能看得清楚？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空间，里面是用它常用于这种防尘袋的这种布料花纹。然后呢，两边是各有一个很长的拉链，这个深度呢，没有很深，大概15公分左右，在这个位置哈。这边呢，这边要很深，真的是意外收获。这边很深的一个兜哈，一直到底部，但是它宽度没有那么宽，没有宽到最边上啊。我想也是经过设计的，一边是比较浅的侧兜，然后一边是很深的这种侧兜哈，能不能看得清楚？一直到里面去，对。随便拎拎也好看，对不对？其实这种经典美可能也是，我觉得是到了一定年纪才会去欣赏这样的美哈，可能年轻一些的朋友更喜欢有一些造型在上面，那我可能也是到了年纪了哈，就喜欢这种很素的，然后质地感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包。这个包就是，那我不知道它现在有没有在出，那这个是刚才看的是2010年的包包了哈，那可能就是当时的几季出了这样的包。那其他的颜色我也并没有看到，我特别想有一个就是什么样的资料库呢，就是爱马仕可能历年出过就是哪种包包啊，哪些颜色呀，这样的一个网站也好，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资料也好，去系统的学习一下。比如说之前我让我们的鉴定师阿亮在鉴定的时候呢，就是遇到了刻印，它的刻印和它的就是这个小胳膊上金属片上的这一行爱马仕 Paris 这个做工不匹配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某一个年份之前，那它的这里的刻呢是另外一种工艺，在某个年份之后呢变成了什么什么样的工艺，那这是一个就是可能造假它不会那么留意的一个常识。对，比如说他造一个老刻印的假包，那他的这种logo 可能在爱马仕已经变了，但是他还不知道，他还沿用了以前的这种金属刻字哈，所以说这里也是一个鉴定点，用常识就可以去鉴定，哪怕他包做得再好，对不对？
好的，那今天就是这两只包包了，简单给大家看一下，做一下上身的效果就好了。也确实是包包再多也是有限的哈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变换方式，比如说回答一些问题啊，或者加一些日常啊，或者就是以哪种系列来给大家组合起来去讲一讲。然后呢，我也是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，然后就像刚才说的，在网站里面能够有新的知识分享给大家哈。明天有可能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，就是 HAC 它的发音呢、和这个它原本的这个历史啊，以及它这个文字 HAC 这个由来或者怎么怎么样啊，就是相关的一些知识吧哈。前两天我得到的一个知识，然后我要把它就是系统的概括一下，然后跟大家聊一聊哈。那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